这个天头风台玛丽乡村制作不少灾情，上到前方有14级，透早把一间50年的老厝吹派去。另外，乡村甲垦丁的鸡鸭顶，毛真侪扛棒落得来。大娘甲厝下拢落落来，底派灶卡内底的物件，伫凉水里的这间50年的老厝，未堪这风台的风雨，半暝雄雄放去，好个在厝主当时人无伫个家。有外观，但就在放在地落来哩，放地落地落来啦。早卡放弃，家己住的厝主，搁爱想办法装钱修理。烦恼这几天只会使食泡面过日子。你乡村街啊，四界嘛拢是风台经过了后的乱象，唯一点招牌吹破去，那个一四界民众是透早就一直在捡。招牌整面掉下来。所以我看你马路上到处捡，还是飞的到处都是嘛？对，就捡在一堆嘛，让清洁队来把它拿走。昆甸街啊，同款受灾，一个大扛棒，伫个经过几啊遍风台拢无代志，这件终于袂堪折。上次台风就有点受损了啦，啊，本来想说中秋节过后再重修的，啊，想不到经不起这次的台风啊。真侪店面拢咧无用整理，甚至规头开树叶啊用手直接捡，民众只希望赶紧恢复营业。记者王家川台风区 SNG 屏东报道。